扇贝，扇贝柱和扇贝那个边是最好吃的，一点也不腥，很香很鲜。八爪鱼饭前白芸豆，有味儿，呀，先把鱼做正好。没有带大米的吗？你这里有没有？这有米，我特别爱吃这个米。辣酱虾，我就用这个辣酱做的啊，都要教程，你可以拌。
加点小调料就可以了。三文鱼花白芸豆，灯灭了，不好刀呢。自己做的，扇贝今天蘸辣根儿，不蘸辣椒油。这录个视频，一会儿接电话，一会儿视频的。今天的扇贝是甜的。扇贝粥特别甜。